喜欢中华职棒就看棒球殿堂的现场直播，我是主播陈杰胜，在我身旁的是资深球评曹俊阳先生。杰胜你好，随着赛事开打，目前两队的投打都有一定的水准，看来是场相当紧张刺激的比赛啊。投手投球了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投了 one nothing， 投手要投出这是一个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 two nothing， 第三球投出左外野手前面落地，这是一支安打，打击能力很强，时机点也掌握得非常的好，没有人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着要来到打击区的是陈子豪，这个球被他咬到了，两分打点的全垒打出现，哇，掌握得很好，提出了一支大号的全垒打，没有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即将打击的是林奕泉，目前一坏球，投手准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，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 foul ball， 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，这个球打得很扎实，这个球落在了左外野手面前形成的安打，这击球点掌握得非常好，赞哦。投手准备投球，陶喆投二垒 ，safe， 安全上垒。啊，这个飞马腿跑得真快，已经站上得点圈了。哇，这个球一垒手拦下来了，一人出局，陶喆来到了三垒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轮到的是蒋浩蒋志贤 ，one nothing。投手要投出第二球 foul， two nothing， 第三球投出真球，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。投手准备投球，这一棒打得很远，这不就是只能在大联盟看到的守备吗？哦、oh, ，nice play， 无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。第一球投出了，打到了左侧的界外区 ，one nothing， 投手投球了 ，foul ball， 两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三振 ，one out， 一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。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准，哇，这颗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，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，二垒手接到了，啊 out 了 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蓝银轮，第一球投出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这是一个坏球，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，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挥棒落空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一直飞一直飞，安打出现了，挥棒的 timing 相当的理想啊，最近这位选手打击实在是别败啊， 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二垒有人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小胖林红玉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挥棒落空 strike， 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球呢？ two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正取得了中，这个半局最后没有得分，可惜啊，没能出现空，无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今天投手表现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要投出第二 foul ball， 两好球没有坏球，第三球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，投手投球了，打者挥空 strike， 挥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安
打出现了，关键的一支安打，一人出局。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捕手跟外野跑者安全上垒。哦，这个卡真紧哦，已经在垒上喝完一杯咖啡了哦，击出了foul ball，良好球没有坏球，同用出垒阵取得了重要的出局数，两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现在要来到打击区的是中职吴奇隆陈杰宪 1-0 投手投球，打者回空 strike， 哎呀怎么可以错过这良好球没有坏球，一直飞一直飞，哇这个球直袭全垒打墙，形成了深远安打，关键的一支安打，跑者回到了本垒得分了，都2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二垒有人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着要来到打击区的是陈子豪，目前一坏球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击出了foul ball，一好一坏，投手投球，打者回空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。三垒手接到，哇三垒手接得真漂亮，哎呀错过了这个好机会，这个半局无功而无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第一球投出了，这个球打到了外野， auto auto， 这个选手基本功不错呢，投手投球了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 1-0 投手准备投，哇这是个深远的飞球，哇这个球越过了中外野手，现在变成了长打，挥棒的 timing 相当的理想啊，最近这位选手打击实在是美败啊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 1-0投手投球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了，一好一坏，投手投球，这一棒打得很远 ，out out out， 这手背很帮忙啊，两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强打少年廖建富，哇、哦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 ，1-0 投手准备投球，三垒手直接接到。这一球处理得很快啊，没有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接下来即将打击的是林奕泉 foul ball 1-0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个球游击手拦下来了 one out， 一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棒球情人高国辉，这球往右侧的界外区而去 2-0 第三球投出 ball， 出手点好像有点跑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个朝一垒方向过去的安打，这个球落点不错，形成一支巧妙的安打，一人出局，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轮到的是蒋炮，蒋三垒手直接接到啊 ，out 了啊，可惜了啦 2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跑者来到了三垒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现在站上，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这个球中外手没有接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打击能力很强，时机点也掌握得非常的好，第一球投出了，这是一个好球，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投球了，安打出现了，果然不会让球迷失望啊，是个非常好的选手啊。2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跑者攻占一三垒，打者正准备牵制一垒，第一球投出了，这球往右侧的界外区而去 1-0 投手准备投球 ball， 稍微离开了好球带了，一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，这个球一垒手接住，
这个半局结束，稍后马上要进攻了。无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。投手准备投球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。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。Two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。投手投球了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。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，打者挥空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两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哦，以为是个坏，两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。投手准备投球，哇，可以接到这么困难的球，真的不简单。嚯、哦，这个守备真厉害啊！守备范围从台中港守到高雄港啊！投手准备投球，哇，这是个深远的飞球，出局。打球的判断非常的棒，赞啊！投手投球了，三垒手直接接到 ，out out out。这一球处理两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着要来到打击区的是陈子豪。哦、目前一坏球，投手要投、哦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。两坏球了，第三球挥棒落空 ，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一好两坏，投手准哇，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，投到了一好三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安打出现了。呵呵，打击的手感非常的好啊。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。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接下来即将打击的是林义泉。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。Ball， 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。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。一二垒之间，这是个朝一垒方向过去的安打。哦，公掉呢。哦，最近这个选手打击的能力没卖呢。跑者回到了本垒得分了，哇，得到了，这个时候换头是个正确的选择，我想这时候换头是正确的选择啊。第一球投出了，跑者往二垒这边发ball。 One nothing， 一垒上的跑者走了，这个球二垒手顺利处理起来。哎呀，错过了这个好机会，这个半局无功而没有人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蓝银轮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。 One nothing， 投手投球，这个球打得很扎实，这个球中外手没有接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击出了珍贵的安打。第一球投出了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先往一垒这边牵制，啊，跑者被 take out 了，被捕手抓到了，而且传球也相当的准确。 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，一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，哇，这个球见高不见远，就在内野上方，这个球是二垒手的管区，这手背很帮忙啊。第一球投出 strike， 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败哦。One nothing， 投手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，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，挥棒落空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。没有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。接下来打击轮到的是蒋炮蒋志贤。One nothing， 投手投球了，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。现在打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要控制好投球。一好两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
这是一个坏球，现在打者是投到了一好三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今天两好三坏满球数，投手准备投球啊，哦，打者上垒，与投手比耐心，哇，选到了四坏球，最后保送上垒了，这个球二垒手顺利处理起来，One out， 一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投手投球了，出局。这手背很帮忙啊。两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。目前一坏球，投手投球了，这球往右侧的界外区而去。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。这是个往中间方向穿越的安打，这个球落点不错，形成一支巧妙的安打，得分了，都得分了，现在要好好的。两出局，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中右外野方向，但是见高不见远，这时候出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，击出了相当困难的球，非常好的打击表现。两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现在要来到打击区的是中职吴奇隆陈杰宪，目前一坏球，投手准备投球，打到了左侧的界外区，一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，安打出现了，哦，公爹呢，哦，最近这个选手打击的能力没卖呢，得分了，都得分了，现在要好好的。两出局，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着要来到打击区的是陈子豪，二垒手接到了，这个半局结束，靠着连贯的攻势顺利拿下分数，无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下一棒打击要轮到的是陈俊秀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，目前一坏球，投手要挥棒落空，帅，挥棒落空，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今天投手表现得良好，一坏，投手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，良好两坏，投手这个球打到了外野，哇，这个球越过了中外野手，现在变成了长打，击出了相当困难的球，非常好的打击表现，投手准备投球，挥棒落空，帅，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准挥棒落空，帅，挥棒落空 2 nothing， 第三球投出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，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真的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，第一球投出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是摇得不能再更扎实了，哇，这是一支两分炮，哇，又得了一支为大号的全垒打， One out， 一出局，现在准备上来打击的是余德龙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 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挥棒落空，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 2 nothing，第三球投出 foul ball， 两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投球击出了 foul ball， 2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 foul， 2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 foul， 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，出手点好像有点跑，两好两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个球在界外区遭到了野手的接杀，在这个情况下打出个界外球被接杀，真的有点可惜哦，投手处理的不错， out out out， 啊，可惜了啦，再快点的话就 safe 了啦，没有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即将打击的是林义泉，
目前一坏球，投手投球了。哇，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，两坏球了。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。现在打，哇，连续三颗坏球，投手投球了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，投到了一好三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哇，投手投偏了 ，ball ball。打者的选球真的不错，不会被引诱上当。投手准备投球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 ？One nothing。投手准备投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这两好球没有坏球？投手这个球在界外区遭到了野手的接杀。在这个情况下打出了界外球被接杀，真的有点可惜哦。Ball。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。目前一坏球，投手准备挥棒落空 ，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，这球往右侧的界外区而去，两好一坏，投手往二垒这边，这球往右侧的界外区而去，两好一坏，投者，这颗球在这个球场可以飞这么远，其他球场一定也没问题，哇，这是一支两分炮。这是不会错过狮头的选手，哇，非常厉害啊！投手准备投球 ，ball， 出手点好像有点跑。目前一坏球，投手投球了，一垒手接到，一垒手接得不错哦。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现在准备上来打击的是大王王柏荣。三垒手要来处理这颗球，这手背很帮忙啊。没有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。第一球投出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。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办法哦。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投球了 ，foul。两好球没有坏球，第三球投出，这个球二垒手顺利处理起来，一人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蓝银轮。第一球投出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。今天投手表现的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准这是一个好球。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 ！Two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二垒手接到，这个球接得很漂亮。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看样子要换头了，相信这个选手了吧？投手准备投球 ，strike。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办法哦。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要投出第二球，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。一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球？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，站着不动，顺利收下三个出局数。下半局要来看看怎么进攻，看样子要换头了。现在。就是换头的好时机哦。第一球投出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投球了 ，foul ball， two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稍微离开了好球。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击出了 foul ball， 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。投手投出了个好，一人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捕手跟外野兼修的陈崇宇。One nothing， 投手要投出第二，打者挥空 strike。哎呀 ，Two nothing， 第三球投出，三振，两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。现在要来到打击区的是中职吴奇隆、陈杰宪，有几手接到。out 啦！啊，可惜了啦，再快点的话就 safe 了啦。没有人出局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投手准备投球，
游击手接到 ，out，out， 一人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下一棒打击要轮到的是陈俊秀 ，strike， 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败哦 ，1-0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，两好球没有坏球。第三球投出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，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了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，两好两坏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在中外野手面前落地，形成了安打，关键的一支安打，投手准备投球，这个球游击手拦下来了啊！在这时候打出了双杀打，在重要的时刻出现了要命的双杀打，不在啦！投手准备投球，打者挥空 strike， one nothing， 投手要投出第二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要控制好投球，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，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，出一好两坏。投手准备投，这是一个坏球，稍微离开了好球，投到了一好三坏，投手啊不、哦，打者上垒，投手什么样的情况下第一球又会投什么样的球，球速领先时又会有怎么样的运用 ？out， 这个选手基本功不错呢。一人出局，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即将上场打击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棒球行人。高，这是一个成功的盗垒，现在的盗垒是非常珍贵的，跑者已经进入得点圈了， foul ball， 哇，回马枪牵制二垒，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，哇，这颗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，出手点好，一好两坏，投手投 strike， 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败哦，回身牵制二垒的跑者，两好两坏，投手这是一个坏球，稍微离开了好球带，两好三坏满球数，打者选得漂亮，现在可以来到一垒，与投手比耐心，哇，选到了四坏球，最后保送上垒了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安打出现了，击出了珍贵的安打，二垒，三垒，跑者回到了本垒得分了，两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现在站上打击区的是大师兄，哇，这是个深远的飞球 ，out out out， 这个选手基本功不错呢，没有人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强打少年廖建富，哇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。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办法。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挥棒落空 ，strike， 挥棒落空。Two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，这球挥得有点离谱，遭到了三振。第一球投出 ，strike。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，没办法哦。One nothing。投手要投出第二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，两好球没有坏球，第三球投出，正取得了重要的出局数，两出局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投手准备投球，哇、哦，这球投得相当精准，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，投手投球了。打者挥空 strike， 哎呀，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球呢 ？Two nothing， 第三球投出，三振，无人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第一球投出，这一棒打得很远，这一棒直接打到了墙上，这个球落点不错，形成巧妙的安打。无人出局，二垒有人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、
One nothing， 投手要投出 ball。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，一好一坏，第三球投出，一垒手接到，一垒手接得不错哦，一人出局，跑者来到了三垒，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，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捕手跟外野兼修的陈崇宇。One nothing， 投手准备投球 ，foul ball。Two nothing， 投手投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。两好一坏，投手准备投一二垒，啊 ，out！ 哦，修炼没坏呢。第一球投出了，三垒方向的滚，右边方向形成了安打。这击球点掌握得非常好，赞哦。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。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，打者进入打击区，接着要来到打，这是个内野上方的飞球，非常的轻松，这颗球处理得很流畅。哦，这个修比真正水啦。投手投球了。手接到，一垒手接得不错哦。One out， 一出局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蓝银轮。哇，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，出手点好像有点。目前一坏球，投手准备投球。这个球一垒手接住。Two out， 现在两人出局了，打者进入打击区。现在在场上的投手是乡长陈宇勋，现在就是换投的好时机哦。第一球投出了，这颗球不出棒也是好球，控球非常完美，好球，一个好球没有坏球。投手打者挥空 strike， 挥棒落空，两好球没有坏球，打者的选球很仔细，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。两好一坏，投手投球，三振，三振，今天比赛获胜。